美军撤出阿富汗表明，肆意对他国进行军事干涉，将本国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强加于别国的政策，注定是行不通的，只会以失败收场。阿富汗得以摆脱外国的军事占领，阿富汗人民迎来国家和平与重建的新起点，阿富汗的历史。 翻开了新的一页。中方始终尊重阿富汗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坚持不干涉阿富汗内政，奉行面向全体阿富汗人民的友好政策。阿富汗的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实现阿和平稳定和经济发展，需要建立开放包容的政治架构，奉行温和。 稳健的内外政策，同一切恐怖组织彻底划清界限。中方将继续同阿富汗各方和国际社会保持密切沟通协调，为阿恢复和平、重建经济、打击包括东伊运在内的一切恐怖组织及融入国际社会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帮助。